我19岁，用尽全力做所有的事。我是蔡明佑。5秒后，我将募集到一段恋情的开始。3、2、1。的心，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。你放着谁的歌曲，是怎样的心情，能不能说给我听。雨下得好安静，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？幸福真的不容易，在你的背景有我爱你。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，不用再多说明。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我很开心，大概是肾上腺素的作用吧。于是我开始跑步。有人说天堂是最寂寞的地方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情没有地址的心，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。要不要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边，你会无聊哦。放着谁的歌曲，那待会练剑完是怎样的心情，说给我听。雨下得好安静，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？哦，幸福它真的不容易，在你的背景说明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。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，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。星星不用再多说明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。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，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。我不知道你们是谁，但是我妹妹告诉我，她喜欢你。